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欢迎大家来收看我的频道啊。今天下午呢，我会进行把我们家的菠萝蜜进行做一个嫁接啊。前几天呢，我已经把这个洗牙的部分哈，已经给它做一些牙点的处理哈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，看我们的如何进行嫁接呢？其实哈，今天呢，我还是用最简单成功的嫁接法去把这个嫁接去做嫁接，然后会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现在会剪哈这个牙点，下面也有一个哈，我先剪上面。其实我们菠萝蜜嫁接有很多方式，可是今天我使用这种方式是最简单的方式哈，最简单哦，最容易成功。首先要嫁接的这一颗呢哈，我会给它做一个剪枝。我看这是剪枝的，剪枝之后呢，我们现在会削皮。现在因为前几天我已经把这个地方呢，已经把树枝疏流了一部分，所以先剪下来的哈，几乎上面都没有哈。那这边也是一样啊，这边树枝减少了很多。
我现在哈，会把这个地方，还有些皮哈，然后我们看现在它的皮哈，就是比较厚啊，哎，我会仔细有皮的部分，我就不用卸到里面，哎，这样子。来，再走。这边，大概会这样子。我们看，
然后现在哈，这一刻哈，待会我会是用一个套袋包在外面，放在这里面来哈。然后我们大概会等到4到5个礼拜之后，我们再来看结果。然后偶尔隔1-2天，我们要看这里，看这边要不要积水。如果有积水的话，我们就是要弄一个牙线或者其他插在这个地方，因为一般我们因为上面这部分我们刚刚剪哈，所以有很多树枝可以从这底下往上来哈，所以我们再观察一下，若隔1-2天这边有积水，我们也把它疏掉，然后记得不要碰到这2个的固定。我们或者套袋也可以，或者直接用这一种。我们目的就是不会让雨水，如果有下雨时候，雨水不会跑到里面。这样子，现在哈，我们再等到那个时间，我们再来检查一下。记得不要让雨水一直积在这里面了哟。然后松下街道它萌发芽大概4到5个礼拜。今天呢，我的视频呢先分享到此而已哦。然后这种是最容易成功的方式来去做，要菠萝蜜嫁接，谢谢哦。